水永远都是放松却做好准备的。就像有句俗话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光有知识是不够的，您得学以致用。光有决心也不够，你得付诸行动。如果你热爱人生，那就不要浪费时间，因为人生就是由时间所构成的。Be water, my friend, 似水无形。水很柔弱，却能够穿透最坚硬的物质。您感觉它平静停滞，却正流进任何可能的地方。这句话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生命力最喜欢父亲所说的一句名言。今年的亚裔传统月，让我们透过与生命力的对话，更深层地认识她的人生寓意以及哲学思想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:30国语一台，以及7:00在无线三台的天下总横滩亚裔传统乐 Her Voice 她的声音系列，全能力李香凝。